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要来记录一下我这一台 雅马哈 BWSR 的油耗表现。那这一台是2016年的雅马哈 BWSR 五期喷射的款式，那所以它还保有这个大灯的独立开关。那现在目前的BWSR 都是六期喷射，那它已经没有这个独立开关了，它的大灯是全时点亮的形式。那这一台 BWSR 我的那个引擎跟传动都是原厂，没有做任何的更改改装，那我只有在一些外观上，就是把它改成类似这个端子机的部分，还有一些油盖孔跟电门的一些装饰而已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原厂的配备。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记录一下这个油耗。那我目前的行驶公里，从2016年到现在的话，已经总共行驶的里程是20,500。那这一台车在10,000跟20,000的时候都有做过保养，那就是基本的一些节油阀清洗，还有机油什么油那些是每2000公里做更换。那距离上次最后一次保养是20,000公里的时候，那时候有换的空气滤芯、机油、齿轮油，然后刹车皮带跟口力珠都已经做更换，还有前后的碟刹油也有做更换，以及刹车片也有做更换。那我的轮胎的部分的话，当初原厂是 Duro 华峰的轮胎，那我在12,000公里的时候，有更换过轮胎。那目前的前轮是 Bridgestone 的普利司通的 BT601，它是一个热熔胎部分。那后轮的话呢，我是换成了那个 Dunlop 的Good Smart。是那个聪明胎，那它的尺寸呢是13070，就是宽度是130mm，然后70扁平比70，尺寸12寸。那前面的 BT601 是190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要来记录一下这个骑了2年多的20,000公里的BWSR 2016年的它的油耗表现。那从上次加满油到现在，我已经骑了 149.7 公里，那我等一下来加油看看说它的油耗表现是多少。好，好的，那我们目前来到中油的自助加油区，那目前刚刚骑过来的里程数是150公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利用自助加油来看一下我们的记录油耗表现。好，那就是先把卡片插进去，好，我们车辆先熄火。请将车辆熄火加油，加油区禁用行动电话，按确认开始加油。确认，这个每次都要卡很久。处理中，请稍后。开始加油。连线中，请稍后。自助加油区好处是每公升降0.8元，但是每次加油的时间也相对的多。请取油枪，进入油箱。那我加的油都是925cc。然后把油表往上搬起，然后确认油表归零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加油，现在每公升28.8，开始加油。
大概的话，如果剩一格的情况下，应该会加到大概五公升吧，我在猜。哦，第一次跳停4.04，然后我们就是跳停两次。就来看一下，处理中，请勿离开。公升，那总金额是118元。请取回卡片。列印中。列印中，还有那个清单都很慢。交易结束。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那个总额号。号的部分呢是150公里，所以我150公里我加了28元每公升，那4.21公升，所以说150公里除以4.21公升，每公升是跑了35.6公里，好，那换算成金额的话呢，是118元，118元除以，我们跑了不，一百一十八元除以150公里，150公里，所以我们每公里所需要的油钱花费大概是0.78元，非常的便宜。那36公升以1.25CC来说，应该算是蛮普通，就是一般般的表现。而且以这个已经骑了2年来说，应该就是这个油耗应该算是还可以的表现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先这样子，谢谢。